哎，走吧。浩娘，快回去歇会儿吧。这两天看把你累的，从昨天到今天，你看这脸色。佩奇也是，还让你送我干什么？是不是还怕我有什么闪失，让你在路上再嘱咐我几句？哎，不说了，有话放在心里。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啊。郭掌柜，叫伯父。郭掌柜，今天多亏了您，墨龙才能平安回到耿家。平安了，大家就心里头都踏实嘛啊。为了胆子，我爸去了明凤。为了胆子，你做主替我许了这门亲事。替你许了这门亲事？我爸喜欢明凤吗？不喜欢，他还能娶她吗？那我呢？秀姨，这就定了。汉良，没有胆子就没有耿家，这个道理你是知道的。嗯，是，你是耿家的长子。嗯，秀宇这姑娘啊，就是身世低了点儿。要说长相和人品呢，都还不错，进耿家也不差。今天这事儿呢，出面说亲的是我，做主的可是耿老爷。要说呢，替秀宇和耿家少爷定亲呢，我可不是给你定的啊。耿家有俩少爷啊，其实耿老爷心里头明白，所以呢让你送我回国去啊。那三福怎么办？三福的亲事啊，还得办在秀宇前头呢。从前呢，要论声望和财富啊，耿家那是第一份。可现在呢，耿家那声望还是第一份啊。可要说生意呢，郭记的生意在香木镇现在可是第一。要说什么也别说了啊，不论了。袁良废了我这条腿，今后郭记的生意啊，就该由你接手打理。大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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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了，大少爷。真是的，瞧我这忙帮的，让他们爷儿俩心里都不痛快。胆子回大院了，今后耿家的事儿就是郭记的事儿。这天塌下来，这郭记得拿出一只肩膀给他们扛着呀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您在。
怎么了，大少爷？老爷，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蒋克如来过了。林凤呢？蒋克如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抢人？我觉得好像是早就准备好了，老爷您刚走他人就进来了。白镇长在场吗？在，还和蒋克如呛起来了，镇丁人少伤了两个。林凤有没有说什么？林凤，林凤太太说她是老爷您的女人，让蒋克如走。蒋克如说，抢的就是老爷您的女人。他说，让您出大洋赎人，要不然的话，就再为新太太办一次丧事。香木镇的事儿，耿家的胆子我都没兴趣。我不会和你留在山上的。你我也没兴趣。那就好。这些天我好好定定神，养养性，然后下山约耿佩奇交钱。耿家没有那么多钱。已经开始替耿家着想了。对，我是耿佩奇的人，是耿家的太太。明凤，说实话，钱对我并不重要。其实耿佩奇能够很容易地拿出这笔钱，你也很想知道耿佩奇愿不愿意。你心里没底，因为你知道耿佩奇是为了胆子才娶的你。咱们都看看结果，如果耿佩奇舍不得你，他会凑足五万大洋；如果他舍不得钱或凑不到钱，到时候你走就是，我放你走。这几天你可以在山上安心地住着，我不会打扰你。我明白在乌篷客栈你为什么放我走，没情分，毕竟也是恩怨一场。你不愿意我丢了性命，我又怎么能让你死在我的手里？真要为你带着五万大洋上山，我不知道，也许那会真的杀了你。明芳，你该明白，不怨我，
死在耿佩奇的手里。你别过来啊！哎，汉良，你躲我干什么？我躺了多久了？一天一夜，一直在发烧。昨天还咳血呢。我爸呢？清洗过湘西大院，跟耿老爷说过了。大柱和华子在外头候着呢。你放心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说什么。说什么？袁良从省城来信了吗？怎么又说起袁良来了？啊，也没什么。火太大了，把火压压。好嘞，拿过来。嗯，慢点。哎，把那个给我。哎，来了。火候大点，好，把这转一下。东家，大少爷起来了。起来了？啊，在中堂等着呢。让您过去。再来点。让我过去？让他过来。哎，火候大点啊。啊，来了。喊凉，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走快走，快点。韩良，咱郭记这个配料，那可是秘传呐，诀窍就在这一手指头上。放在嘴里头一嘬，嗯，嘿，这味儿绝了！你尝尝，来。郭记手机的料再好，我也尝不出滋味来。哎，怎么尝？没腿烧呢是吧？舌头没味儿。袁良是要回来的。袁良，他是得回来呀、啊，他总不能在省城念一辈子书吧？是不是？哎，别愁，等过两天把胆税交了，我和你爸在镇衙摆上一桌席，原谅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让他和秀玉赶紧成婚，踏踏实实过日子啊。三夫喜欢原谅，三夫是原谅的命根子，他更是我的命根子，三夫是我的亲闺女，我是不会让他嫁给原谅的。那你原来跟我爸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原来那不现在刚从旗杆乡回来吗？现在和原来那还一样吗？
不一样了。哼，七喜，七喜，汉良呢？大少爷和东家在厨房说话呢。哎，小姐，大少爷和东家在厨房说话呢。哎，郭伯父，你别以为你给耿家办了点事儿，就可以把三福嫁给我。三福是我弟弟的女人。汉良，我最喜欢你的就是因为你稳重，你怎么今天这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，对，我不像耿老爷是伪君子，但自问我也不是小人，说好了耿郭从此是一家人啊，该我闭嘴的时候我闭嘴，别人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字儿来，但该我伸手的时候我一定伸手，绝不含糊。别以为我会蹬着鼻子上脸，好像我们三福嫁不出去了似的。我还给你提个醒，三福不是袁良的，三福是我闺女，她是我的。爸，三福，你怎么让汉良起来了呢？我还直让耿老爷放心，我说有我们三福照顾呢，让他绝对没问题。你们刚才说什么了？我都已经听见了，你们继续往下说。来，三福，三福，来。汉良，你看仔细了，我郭红耀的女儿是长相不好还是家境不好啊？要论相貌，这在省城也算是标志的吧。啊，要说家境，我郭家虽然说是没有万贯家财。你说够了没有啊？我简直是荒唐。荒唐？哎，你们一个未娶一个未嫁，知根知底的从小一块长大，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我怎么荒唐了？哼，荒唐，你们两个在一块儿那是天生的一对儿，没有再合适的了。我和汉良，我知道我闺女嫁给谁能过上好日子。三福，三福，你别走啊。知道也好，反正他以后也得知道。哎，怎么走啊？啊，还有这么个事儿啊，咱们那天去旗杆乡，三夫在你们大院看见明凤被蒋克如带走了，还死了镇衙两个人。蒋克如要五万大洋赎人，不然耿家就又得为这新太太办一回丧事儿。啊，当然
耿老爷要真的把这明凤当太太的话，大少爷，三夫呢？你的药在桌子上，徐大夫给你开的老方子，让机器包了给你带走吧。哎，我爸这是怎么了？别听他胡说，别往心里去。袁亮在省城，耿老爷不是已经答应我和袁亮的婚事了吗？是。他和我爸又改主意了？没有，我爸从来不胡说，他说话小心着呢。三夫，我和袁亮说好的，要等他回来。当初还不如让你跟他一块儿走。你走，你走。少爷，大少爷，药，这是小姐让带的。
上轿吧。来，上去吧。爸，给你备的。这怎么行啊？好，上去吧。我不坐轿，我没事。好吧，让爷俩走走。三福，三福，哎，东家，哎，东家，来来来，哎，这边这边，哎，站那儿去，哎，来，哎，您腿脚不好，别摔着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这，你看什么？您腿脚不行啊？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三福，你。你总得吃东西啊。大少爷睡下了吧？在餐房呢。什么时候了还在餐房？他说他饿呢。饿？大少爷从七里铺回来就去了太太。去了淑贤太太灵位前站了半晌，喝了药，又到二少爷房里待到天黑，在院子里站了两个时辰。他跟下人说他想吃东西。他没睡一会儿？大少爷说了他这会儿精神好，睡不着。您凤的事他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他一回来，二柱他们就告诉他了。三福，哎，三福。你有什么事不能老憋在心里头呀？你要这样的话就要把自个儿憋坏了啊。你得出来吃点东西呀。 哎，三福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这坏哎。这么饿？从旗杆巷到现在没吃东西。他们是怎么回事？我一个人吃冷清。那怎么不叫我呀？不知道您想不想。不想吃我可以陪你啊。快，还不下去。杨过，哎，拿些酒来。我服药。徐大夫说了不能沾酒。好吧，如果您想喝我可以陪您。你身子要紧。我的身子是爸给的，没事儿。你心里有气？没有，做儿子的不能跟父亲有气。杨姑，哦，留下。是。
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饿了说话呀，让七婶给你热了再吃啊，怎么能吃凉的呢？来，小姐，我来。走开！我要跟郭红笑说话。好，七婶，哎，到前头去看看铺板上严实了没有啊？回来，再看看灶火都封好了没有？哎，对了，后边的门也要拴结实了啊。好。对，再给我沏。我不吃了。吃吃吃吃吃吃。去去去去。三福，你看。你不能吃凉的。你不是。三福，三福，吃东西呢？吃吃吃吃吃。你不是有话跟爸说吗？还没吃完呢，你等着吧。别扔啊！你不爱吃的你别扔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不吃爸不是还留着下酒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看都没啃干净，看你这吃相多败家呀。你是长子，这个家有一大半要靠你。你妈走了以后，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知道，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，咱们就把话说开了。老爷，我还是下去吧，前后院该熄灯了。杨姑。大少爷，平时大院里下人丫鬟护院的用度都是你调配，现在咱们家还剩下多少钱？现钱都汇到省城的账号上了，老爷吩咐不管怎么样都得够二少爷的用度。这个月的现钱不多了，最多也只有25000大洋。爸，从前咱们家胆子的事儿我不知道，是您和我妈一起苦撑了4年，今年末龙好歹算是平安的回来了。接下来的两个坎儿，镇衙的25000胆税和蒋克如的50000赎金，说难过也难过，说好过一咬牙也能过去。怎么过？胆税不交，镇衙不能把我们怎么样，丰田没关系，全当250亩地换了25000大洋，反正地租也收不上来。明年胆子不出了，明年再说明年的。民凤呢？他本来就是蒋克如的人。大少爷，让他把话说完。舒明凤，50000大洋到哪儿去拿？这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因墨龙而起，现在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当他没发生过。胆税不交了，对，民凤不要了，你还少说了两个坎儿，郭洪孝要的胆子和齐干香应下的亲事。郭掌柜要的胆子以后再说，但房里5把胆子都是您亲手扎的，随便挑。好，那齐干香的亲事呢？
你们亲事的时候，墨龙还在那儿，现在已经拿回来了。墨龙回来了，当着众人说的话就可以翻脸不认账了。咱们耿家的人还有没有一点信用？是我和袁良的将来重要，还是信义重要？担心袁良，那就是说你可以和三夫成亲了。为什么非要这样？我不嫁耿汉良。其实啊，改亲事不改亲家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嗯，你什么时候和耿老爷商量好的？这回是我定的。耿老爷这回听我的，汉良才听他的呢。我不愿意。上回耿老爷许你和袁良的亲事，你也是这句话。我不嫁袁良，不一定要嫁汉良。啊，好好好，咱先不说嫁不嫁，你说句老实话，你说汉良和袁良比起来谁更踏实？我和袁良从小就在一起。你和汉良不从小也在一起吗？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整个项目镇的人都知道我是和袁良好着呢。嗨，那是因为他成天顺着你，顺着你跟你一块瞎胡闹。那还不够吗？我的闺女，你都大了，你都该嫁人了，你不能老想着成天找一个跟你一块玩、一块瞎胡闹、一块惹是生非的人。为人之父就得让男人管着你，你就得依着男人，这男人就得镇得住你，就得撑得起这个家来。对，爸知道，爸身上有很多让你看不上的地方。但是你信不信，爸是为你好，爸不会害你。就是因为袁良打伤了你的腿，可他不是故意的。不不不，不是为这个。哎，我虽然小气，我也不能因为一条腿记恨一个孩子一辈子。啊！再说了，我虽然这条腿瘸了，我不是还有一条好腿呢吗？可是闺女，我只有一个呀，我闪失不得呀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你也不喜欢那种心里没主意、成天被你指东换西的男人。我喜欢袁良。那你怎么不跟他去省城啊？我就是喜欢耿袁良。其实啊，你心里也知道汉良好。我不知道。我现在宁可让你恨我，我也不能日后自己恨自己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嫁耿汉良。